简简单单给这个浙江湖州的粉丝上个电视，先给他抹点增量油，其实就是让他看起来比较有食欲啊，懂吗？你不懂我懂，我懂你不懂，所以现在说给你懂，懂不懂？懂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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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浙江湖州粉丝，湖州，浙江杭州，湖州，那我是青州，都有粥，喝粥了吗，靓仔？出来喝粥了哇！此粥非此粥，灵魂酱汁可不能丢了哟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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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哈！有谁能够了解郑少亚的欢乐？阿成的欢乐又要回来啦！啦哒哒啦哒哒。靠！这个松肉这个位一定要切薄啊，不切薄呢，它这边吃着比较柴。这样薄里薄气才是好里好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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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嘿！跳跳跳跳跳，我脚步开始摇动。好，好，好的，留个小鸭腿给他。另外一边，哦嘞，弹性十足，每只只可不能丢。呀哈，哦呵，偷走边料，花里胡哨，有时候人说花里胡哨，耶，其实不是啊，你看我削走都是一些骨，一块肉都没有动过哦，你看这一块，哇，爱不爱？爱不爱他，黑粉都说我卖很贵呀，哎得得也得得招你呀，我管你说我说不说，我就切得得得得，好的，又是留个小鸭腿。好了，湖州女粉丝啊，最后透露一下，打道发号。